你们没有发现一个最具体的问题，是我太强一个建议。我很欣慰啊，笑一笑，这个胖瘦水平已经有我的0.5%了，很强，好吗？小苍蝇，不用钱，可以。火球，不用卖给他，这波直接卖他。你现在没什么优势了，感觉。没有优势吗？都没有优势，没什么优势。他没有兵法了。Nice， 他不是过了，哇，走了，七血走掉了。这兵法都走兵法，你他妈兵法是卧底、啊。一拍一波，这兵法是卧底，兄弟，这兵法是卧底啊。卧底吗？真的是卧底，我公主无限输出。可以，我继续来一波，下一波。他又没兵法了。你先过点牌，等他兵法过去，你再对，没问题，我知道。但是我要是我都是我就强干了，我就强干了。是我也强干。我强干了。我操！你坐。他急了，他如果先防一波，他就赢了。是，这个人细节不太注重细节，绝对不注重细节是。换手准备，一波继续三星细节兵法火球，预判一波必胜剑雨兵法呢？哇，这个人好他妈不注重细节，我得。谁的胖就强？不是你还有一盘了，对手不一样 OK， 我的胖球是一定能过两个塔的，知道吗？可以。他有没塔吗？他那个人刚才那个人没塔，兄弟，不是两个塔，对面零个塔。大梁子什么玄冰拿塔一线，下这边可以。这个游戏就是卖塔的游戏。哎，你居然换三枪了，好吧，你做。没关系，很赚这一波，很赚，截两个，我五费截了八费。OK， 赚翻了吧？我觉得。赚翻了。而且我还能反攻两费。这盘已经赢了。这我2.5费还能反攻。已经赢了。不需要下，已经赢了这一波。要是我就射了。不是，他是公主，你不是？他可是公主，你喜欢射苍蝇吗？不是。难道你喜欢射苍蝇？对，可以。他这个是一个冰狗。为什么送兄弟？可我这是个冰珠，我们不要着急，但我看着我的操作，他这是个冰珠，如果他的冰珠冰到我们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都很亏。可以，他这是个快速珠，对，我在分枪，看到没有 ？Nice， 这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，如果没有分枪，我可能就输了这一局。原来如此，好好学，这一波直接狂暴。好，你狂暴这么远，兄弟？对，有点远。有时候就是远一点没关系。我们一个胖子真的拉过来，小胡萝卜过来，没勾到。我操，没勾到，没关系。好，你坐。我勾过来就赢了，勾过来这塔没了，好贵啊，好贵，塔没了，勾过来塔没了，真没了，准备剑雨，预判一个，准备3、2、1，预判，是不是？可以，预判。你不是想射苍蝇吗？怎么射公主了？勾过来，我亏死，那是，踩一线，你费用优势很大了，这波费用优势非常大，对，可以踩一线，这波卖点血没关系，一点点血没关系，他就想占我便宜也没关系，你占吧，看谁笑到最后，他也亏费亏乏了，踩一线，继续踩一线。他们有怪兽去看看世界的电视，一级赢七级，告诉你什么是技术。可以。你干嘛这么怂？唱出来啊！唱出来，兄弟，不要怂，唱出来，不要在这里碎碎念，好吗，兄弟？好吧，顶住，剑鱼，剑鱼有点浪费，没关系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啊，小谢谢。最后一波，我无限费用优势，可以，无限优势必胜，这一波没得输。赢了，他只要能防住我这一波，算他屌，算他屌。算他屌大，不要分枪了吧？分，对面有毒药吗？对面没毒药吧？应该有，快速出有个毛的毒药。你看冰冻，可以。兄弟，你要挂了。挂什么呀？挂个气吧。哇塞，你这波采集气没了，很伤啊。伤吗？双倍狂暴。可以。狂暴。来死。两路进攻。来死。还有谁？小骷髅狂暴是最强的，注意这个小骷髅。顶住了，赢了 ，nice， 轻松，完美 ，perfect，nice， 还有冰冻，后面后置火枪手啊 ，OK， 冰冻冰柱如何？继续干，继续，对面关键是没有女武神，有女武神就你觉得很难打，实力绝对强，对，这是快速冰柱 ，nice， 轻松，霸气。只需要一盘，就第一 Let's go 搞起，干。
Nice。哎，有人说看电视，要不看电视？看一下电视，看一下电视。电视哪儿了？电视呢？电视呢？在这。电视呢？那个我来解说吧，这种解说还需要我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这种霸气的，环抱他一圈。可以。四节是吧？四节第一场。一级赢七级，他们说的这样。一级赢了七级。你信吗？我不信。是这个吗？是，可以看一下。他不是 PY 的吗？不知道。一级赢七级。我有点。刚刚不是六级吗？一级。刚才谁是魏阳说七级？一级。对，一级赢六级。我操，有点上啊！一级赢六级，这不就是我赢了？就是我们是那个一级的玩家，别人有个六级的玩家。对对对，刚才赢了。换子，我这个人，而且这个六级的人是会玩的，是会玩的，不是那种乱丢卡的。哦，也不是我太乱丢的，是不是？说也不是，也是有进攻，也是胖子后面跟输出。对，还算正常，还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人。正常人。第一波就随便进攻一下就半血没了。我操，这个火枪亏死了，好吗？对。我操，这一波防不住了，这波防反了，这个欠雨，好吧？可以。不是这个人是输了，是因为四姐本来就挺菜，但是没那么菜，还是会玩一点。哎，一起接下女巫，这波直接就赢了。啊！我操，这个防反一波防反嘛，很正常的防反，我觉得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吧？对，所以说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，非常正常的防反。对，等级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还是技术。看一下我们刚才打这一盘，真的。一级赢他不容易，真的，反过来一下，反过来，我操，真的一级，哎，这没有什么情况，真的，这一级打他不容易，真的打反过来，反不过来的，你还是转过来吧，还是转过来，真的。不，什么？我们刚才一级啊，我们打赢他很难的，你以为啊？对面是高手啊，很吃力，感觉身体被掏空了，是，身体都被掏空了，太难了。哎，刚好不容易赢他一局，下个房子。哦，这个六级玩家还可以玩的。在玩，对，他刚才下了一个房子嘛，就这个房子挡住我们的女巫的输出。对，挡一下，对，先缓了一些女巫的输出。对，对，真的不容易啊！你看他，真的很不容易、啊。你看他这个，他又下了一个火枪，疯狂的输出。可以。我的这个石头巨人就差点就没有碰到他的塔。哇，这个战斗人完美输出，完美输出，还把这个沙拉过来了，对，还站了一下，我操！所以我们就差点没有炸到他的塔，真的，就差那么一点。真的很难，这游戏。哇，这王子，我看下这个王子非常强。当时我们是偷鸡的，这偷了一波鸡，那是。对。真的不容易啊，赢这局真的不容易。对。我们这火枪完美解他，之后还带一个胖子解，用女巫解的胖子。可以。对，还吸引过胖子过来，无数的骷髅，胖子轻松被我们解掉，但我们这个塔还是爆掉了。但是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之后只是冲了一波就赢了这个塔，不信你们看。大巨人。对，这个塔我们还是爆掉，这个，对，他大巨人加上骑士一波冲锋，就无解了。不是，是五菜大巨人。对，五菜大巨人。你看，我们的骑士想偷鸡没有偷到，对面防守很强。对，几何学的。几何学的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用骑士赢的，不信看。我记得好像是用这个骷髅巨人赢的，你记错了。没有，是骑士。是骑士吗？好，看一下是骑士。是骑士。看看咱们两个记忆力谁准确。对，看谁准确。嗯。我好像有点忘记啊。对，我记得是骷髅巨人，你记得是骑士。没有，我记得好像是女巫赢的。女巫是吧？女巫也有可能是女巫。对，反正三个，如果是他这三个赢的话，好像是女巫赢的，是女巫赢的，女巫赢的，没错。对，就是女巫。对，记住了。女巫，对。非常轻松。原来如此。赢得胜利。可以。好，我们开始继续干。继续干。在这个畸形的时刻。淘宝推广一波，好啊，广告来一波。大家搜索一下秋实手游，点开看一下，只要490啊，只要490，490是什么？重点是价格，你直充的话是648，在我们这儿充是490，一单你赚了150，十单你赚了多少？1500，一百单，一万五，一千单，一千单多少？15万，你就可以买一辆多什么车？我操！你的二手贷款宝马，我操！直接达到人生巅峰，那是迎娶白富美，就这么霸气。淘宝上秋实手游啊，秋实手游。这里第三名，是不是干一波？我先干一波吧。可以，你干一波。来，可以。你如果输的话换我，因为我感觉把你有点危险，说实话。说实话，感觉你有点危险。哎呦！我不太相信你这一盘，对面200多倍很强了，对面200多倍很强。踩机械，我去，哇，大踩，哇，完了，兄弟你完了，没见雨，兄弟你完了，开局有点炸，哇，这个人很刚烈啊，开局有点炸，
林总，强行并下，开局有点炸，开局炸，开局炸，没关系，其实还好，还好还好，问题还可，就是说可以接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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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开局炸了，没办法，不是实力，绝对不是实力问题，开局炸，真的是开局炸。永神，哦，他又加一个，那就赚了。他这样不想卖血了，我们很赚。对，他如果卖血的话，你有点亏了。他不卖血的话，都还可以接受。小骷髅，踩一线。不用踩，不用踩。他这一波要炸，他下踩一线。哇，你这进攻了，这么高。这一波踩一线他要炸。那就感觉稍微有点草率了。兵法，哇，兵法。一个冰冻。接着我就，冰冻。Nice。Nice。Nice。小波在后面疯狂输出。Nice。继续。继续。继续。踩一线算什么？爆。摸着他，想不想 ？OK， 我本来要下采集器的，我没有下，已经稳住了，真的是稳住了，没开玩笑，凤凰真没开玩笑，凤凰进攻，全是实力打出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绝对没有一点非实力，绝对没有一点非实力，技术最强技术，技术，我这是淘宝的二手货，你那个剑与别是公主，哎，那是送送一起送疯狂送送吧，我不会是公主，当我傻。我提醒你一下，因为你是有点傻。挂了至少儿童，人人有责。强不强？这个确实溜我。我衣服是在……你说，我忘记了，应该是在，好像是在中山买的。我这一波炸了他，炸了。动下 ，nice， nice， nice， 完美姐。啦啦哩啦啦啦啦啦，叭叭叭叭叭叭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实力就是什么强，我就是不接你的公主，行不行？我就是不接，我就是不接，我再来一个野猪，你来干我吧，你来干我吧，送你不送就是不送，我要三星。可以，一刀，三星带走，三比零。强不强？六扣起来，六扣起来。上。上波六，上波六，有点强，真的有点强，真的是有点强。说实话，你叫我下采集器，我没下。说实话是有点强，真的是绝对强这一波。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感觉你的这个东西可以给我的炮球稍微媲美一下。打什么过？是可以媲，稍微媲美一下。打，别废话，绝对霸气。炮球开干。你和德云社社长有什么关系？排不到人了，兄弟，太寂寞了，排不到人了。继续对阵，你来点吧。说实话，我这个霸气光环排不到人的，你来点吧。我的骚气光环排不到人。我点不到人的，真是我说实话。OK， 来了。我要是冰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换了，换酒，肯定换了。衣服啊，我在忘记了，哪里记得？来，公主，买了很久了，我在美国买的，我这衣服美国买的，你去买吧，兄弟。一般人不敢射这个公主，但是我敢，懂吗？一般人不敢射，但是我不是一般人。我在美国买的，在美国买的，我直接射掉。没有带这个傻逼。炮手准备。我在美国买的这件衣服。Really, really, really. 有苍蝇，不可能， really, 不可能有苍蝇，他不可能有苍蝇。兵法，小骷髅跟上。Really, really, really, really. OK， 他这边没有苍蝇。我看对面的脸，我就看出来他阵容没有苍蝇，知道吗？这三下，真的是三下。OK， 真的三下，直接赢了，爆了，爆了。继续。我收矿工，收矿工。爆了，爆了。对对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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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带着公主，我操！nice， 这你妈还有谁？射掉！哎，漂亮，射一下。还有谁？踩一线，卖血，这里完全无视掉。无视，无视，无视。他什么套路？在美国买的杂牌，杂牌，很便宜，这个好像20美金吧，20美金。很便宜，野蛮人准备，不用野蛮人，我想对面是矿工、公主、兵法，加那个没有苍蝇，没有苍蝇，对，没有苍蝇，矿工居然没有苍蝇，哦，原来是皇家区啊，黄猫，公主，为什么下公主？是那个绿皮，你看保护公主，没，手速太慢，没办法，没事，有时候人老了嘛，对，刚卡了一下。这种智障儿童你们都懂的。哎，被他卡了一下。要关爱一下智障儿童。被他卡了一下。真的要关爱智障儿童。哦，这个兵法他输了，他输了，矿球。哎，智障儿童不容易，真的。走吧，去看走吧，卖血。卖血呗，换个家呗。光水掉。
我来病房吃了，上无所谓。二换一不亏，不亏。彩旗先摸掉，彩旗先摸掉，彩旗先摸掉，不亏啊，公主。红毛顶住。没事，卖点血没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随心所欲。对。小骷髅白痴公主，白痴公主，白痴，白痴，为啥白痴？白痴，来，奈斯，放枪准备，我直接下，带走，带走。我操，这个病房我干，那有什么所谓？无所谓，他这个病房无所谓啊。这个黄毛很细节，无所谓啊。这是一个细节黄毛，这都无所谓啊，我觉得。把他一个上。Really, really, really, I do. 公主。You want to go?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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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小骷髅过牌，胖子，气球，气球，不要，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，一个剑鱼带走，剑鱼再见，一拳，两拳带走，继续，还有一盘，还有一盘。没事，让我说第一，我是摸第一，是摸第一，这不是一般的锦标赛，已经第一了，兄弟，还打不打？继续啊！继续干！怂什么？第一要怎么样？继续干！你要怂啊？不怂，我完全不怂。怂是什么意思？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哦，已经开始排了，你不用说的，不能怂啊，不能怂，绝对干！第一了还要干，干！第零了还要干，绝对干！干！对，就是干，没有停息，这次干了五百分，电子竞技没有停息。五百分不可能的，因为你后面赢一盘只加五分，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对啊，又怎么样？时间够吗？我们会输吗？就是干，不可能输啊！是啊，不可能输。五百分不是，看时间，就怕时间不够。对，就怕时间不够，不怕实力。时间是我们的敌人。对，我们没有对手，只有时间是完全没对手。我操，二百六十二兄弟，这人应该第二或者第三吧？排到第一个第二名或者第三名啊，应该很强。稳健，稳健，稳健。彩蟹，哦，这个人很聪明，跟我对线。你看哥哥，你对直直一条直线预判，哦，他没中，没事，手速问题，不是不是，预判到其实不好，这样是反而划算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是划算。对，胖子，十八蛋，打先手的话不知道行能不能行。打先大苍蝇，对，打先大苍蝇，准备。他绝对有苍蝇。对啊，不知道大还小。兵法，我操，兵法，什么都是兵法。小苍蝇也要。我操，解掉女巫。能解掉女巫就赚翻了。可以解，可以解。我操，闪电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是红毛，红毛，红毛。很赚，什么就不是很亏，赚翻了好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赚翻了赚翻了。我操，小皮卡，小皮卡冷静。没有冷静什么，他打不过来。对他兵法也无所谓，兵法输出很低的。主要他是个采集器的问题，一定要好好预判这一波。这波肯定可以反转，因为我刚才已经了解了他习惯了，他肯定挖这里行不行？绝对不会，绝对挖这里，绝对不会啊。中了没？没中啊，没中，可以。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换个位置啊，很聪明。哇，他这样一直挖我们很亏、啊。对，绝对是高手，是个高手，而且他有兵法，他有兵法。很难打，真的这一盘有点难，说实话有点难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如果用我的毒珠，我肯定就赢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他是什么胖毒瘤啊？嗯，他是毒胖兄弟。毒胖。只能干了，只能干了，没有不能忍了，只能干。不能忍，不能忍，不能忍，不能忍。其实跟一个苍蝇是不错的选择，但是没有费用，没有费用。那个状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可以，我觉得这波可以。我好想要小骷髅啊！有个女巫。还行，还行，很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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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赚翻了，赚翻了，他没有解掉我们的苍蝇。兄弟，赚个鸡吧，赚个鸡吧，我们左边很危险。一点不危险，我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女巫白送的，白送的，女巫是白送的，白送的。我还要下的毒药，白送的。那是，白送毒药。那是，女巫直接放，放弃。彩线，最中间。这波预判我再不中，不可能吧？这个人可以耍我一次，可以耍我两次，但是他不能耍我三次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一定会耍到第三次。他绝对不能耍我三次，中。预判，你看我说了，啊、能耍我一次，不能耍我三次。还是不能，还是被他挖了一下。一下而已，没关系。右边，看他，别干，防球，跟苍蝇，跟上 ，OK， 再来，兵法，哇靠，兵法赚翻了，瞬间瞬秒杀，左边有费用了，黄毛了 ，nice， 他没有毒药了，继续 ，nice， 黄毛，小骷髅，勾一下，勾一下，完美，一刀完美 ，perfect， 完美 ，perfect， 太棒了，霸气，确实霸气，我做做，二十二秒稳个毛线，放球说。我完全不着急，很稳健，小苍蝇，其实可以卖点血，稍微卖点血。是啊，你应该卖的。胖球，哇，只能顶着干了。顶着干，顶着干。我不死不了这里，啊、哦，能死能死。接着呗，高兴，特别高兴。小骷髅跟上，小骷髅顶住。公主，我这人会勾啊，几何学专家，没关系啊，几何学专家，一下，可以。转发。我操，有点小心，好吗？好吗？
小心小心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两个病房无所谓。看看胖子，谁困？谁困？公主，这公主很关键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射一下，射不到。啊？一拳，两拳，两拳，两滴血，两滴血，极限翻盘，没谁了吧？两滴血，胖球总是这么极限，但是就是人。就是极限，就是能赢，对，就是能赢，对，你别管我极不限，我就是能赢，对，我一盘两盘了，两盘 ，OK， 两滴血翻盘，又加第二名五十多分了，跟我比速度还没有人比得过我，我想说只有求一点压力，跟我比速度，又赢了，我发现这游戏有点没意思啊，真的、是不是？有没有人能超过我们？一个游戏如果当你输不了的时候，这游戏就没意思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跟人玩了，已经在跟时间赛跑了，是吧？已经在跟时间赛跑了。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吧，冲五百，冲五百太夸张了，冲个四百吧。四百，四百随便上、啊。五百太夸张了，四百吧，四百吧。才四百啊，起码要六百，三百一的专费，干他，绝对要干。极限一波，我操！我肚子好疼啊，小姐，不要着急，我肚子好疼啊。有些东西不要说出来，疼就疼。可以，忍住，忍住，不能说出来。对，敲一下。我操，一下没敲，我亏账。妈的，本来赚，本来扯平了，但我亏了一费，现在。他们说我已经有本事玩猪，你觉得我能忍吗？能。啊，我是不能忍，你说能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忍。你觉得能？我绝对不能忍。能，我不会在这个锦标赛玩猪的，我待会去他妈天梯玩猪。可以，我证明一下我猪的实力。看到没有，这一波吸收伤害怎么样？ Nice, 有点 nice 吧， nice, 真的 nice。这个苍蝇没有打一卡。对，我的这个时候真的极限，真的极限，真的是极限这一波。但是你那公主吃不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所谓，卖点血嘛。其实我开局不太好，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。不用转，不用转，小波姐一样的，其实效果是一样的。这边上把伤很强。没有，我的对面我大概知道他什么阵容，可以，不太怕。稳住，稳健。野猪，下一个野猪看看是不是皮卡接我，还是江灯泡？不要点，不要点，不要点，有点费啊，感觉。哦，好看，这样有点亏了，对，有点亏。小胖，没事，小胖姐这个他两下三下秒杀，我他下个电没必要吧？继续继续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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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感觉还有点不太好打，有点亏亏亏亏亏亏亏。没关系啊，就是。用实力再和他慢慢打回来。这个，我打这个阵容有点难打。对，因为猪打矿光是很难打的，这很难打。这个毒没关系，绝对霸气，绝对忍不了。这个毒赚四倍，说实赚四倍，绝对忍不了这个。赚四倍，绝对忍不了这一倍。对面也是看出来自己亏了啊，亏账。就这个毒叫翻盘点，是吗？这个毒就是翻盘点。顶住，哎，小电一下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哎，你这个是毒猪，不是冰猪啊，冰猪就好打一点。冰猪绝对好打，是啊，没事，我的细节，我的细节没关系。因为这个毒猪是没有办法解这个苍蝇的，很难解。对，是完全没办法解，不是很难解。对，有机会吗？可以读一下。不行不行，读不到。哇，这个人很细，这个人很细节。哇，这样读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也是细节，都带细节。小胡了，对，拼的就是细节，拼的就是细节，拿住，漂亮 ，nice。哎，兄弟，我操，我这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真亏了。不是亏了，你输了，兄弟，还要上手表，是的，是的，有机会吗？没机会，太难打了，确实太难，现在的确难打。卡主克是卡主克，对面八张牌全他妈不是卡主克的，太克制了，太克制了，不是一般的克制，太他妈克制了，太他妈克，真的太他妈克制了，太他妈克了，真的太他妈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因为没有剑鱼解他的苍蝇，知道吧？那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太克制了，太克制。你应该玩冰柱好一点，对，冰柱就很好打，对，很稳，冰柱很稳，冰柱就稳健。我刚才那个没电到，哎，真的没电到。刚才应该是 iPad 滑了一下，是吧？是 iPad 滑了 ，iPad 滑了一下，手滑手滑手滑。换冰珠，不能换冰珠，我打那个那一套就好了，稍微好打一点，但是也是劣势。冰珠总是劣势，只要打矿工总是劣势。劣势50%根本无所谓的，对，没什么，技术可以弥补。但是如果劣势200%的话就没办法了。对，刚才那个就是劣势300%的阵容。对，劣势真的是300的阵容，真的是300。剑鱼，敢不敢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公主在你面前，你居然不敢射？说不定他有大苍蝇。可以，很稳健。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直接射。你看，这肯定是没有大苍蝇。
没事，拉回来就行。我稍晚一点，正好稍晚一点。我知道，分我了。吃不了公主啊？你看，啊，可以可以，没所谓啊。可以可以。所以我赚翻了，准备一个冰冻。冰冻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冰冻很难，我漏了一个兄弟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漏上我那边去了。我就一个没漏。啊，可以。赚翻了好吗？那是。这酒费被你白吃了，白吃酒费。彩线，左边卖血，小骷髅哦，我一血都不卖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，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，哇，吓亏了吓亏了，剑鱼吓亏了吓亏了，下次真的吓亏了，这波小骷髅不敢下，吓亏了吓亏了，真不敢下真不敢下，对对对，应该卖应该卖，真不敢下，我没有没关系，这波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因为我两个彩线，还有机会，我打这边火枪，我打这边火枪。炸不了，炸不了，炸不了，机会很大，还有机会。我们在茫茫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个点，一个点，翻盘点，有一个亮光。这波我费用太高了，可以，十六倍很大，十六倍的疯狂进攻 ，nice 冰冻，剑鱼有没有？不用，找人，别，这里大胖，稳住。你再还有一波进攻，还有一波进攻，还有两波机会，还有30秒，30秒一波进攻，还有两波机会，绝对没问题。OK， 翻盘点我看见了，你看见了吗？绝对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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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绝对有。小胖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冰珠，知道吗？你们不懂冰珠，冰珠的世界很精彩。对，比读书更精彩，精彩多了。牛神，因为冰冻是一个非常冲一波，非常霸气，创造奇迹的冰冻是一张创造奇迹的牌。对，奇迹，创造奇迹的牌，就这一波。但是三千元你有点难解，说实话。下一波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冰冻对，刷一波女武神，刷一个女武神，刷一个女武神加冰冻，对，继续，不能建议。哇，建议是的，正好，冰冻女武神，冰冻女武神 ，nice， 反扑一波，一个，也就跟上，哇操，完美 ，perfect， 哇，又是三千，哇，这人好贱，能不能摸下？不行不行，哇，兄弟，三千有点刚，我操，有点刚啊，这个有点刚。他是控过很，我操，好亏啊，真的。冰冻，牛神，没办法，差一点点，差哇，没办法，这就真的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证明这个人打得很不错，打得很不错，主要前期亏了那一波，我操，好亏啊。前期那波太差了，那个彩旗不应该那样下，输在了小骷髅。我操，输两，吧，没关系，不行啊，我打回来。没关系，兄弟，什么没？可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证明自己。证明自己。我先掉多少分？我突然间想小便了，我小个便去。可以。输两把，好亏啊，我操。输了绝对是失误，真的失误很大。看一下他什么阵容，在逼我。什么呀？哦，活珠挺好的，没关系啊，输就输呗。没有，他是那个第二个三枪刷的有点快，你知道吗？我突然就慌了，太快了，知道吗？父亲实力借口。哎呦，刚才问题太大，给第一波苍蝇我那个采集器下错了，不应该下采集器的，太不稳了。没关系，你输几盘我帮你打几盘打回来，没关系，放心吧，没关系，放心吧。行，我放心，非常放心。你的实力嘛，毕竟 YG 嘛，小骷髅，世界第一，击球。对。我操，解一下，没事，也不亏。哎，小皮卡也送了，无所谓，六倍钱，他这个，他这个也是很亏，不知道他下来干嘛，是吧？狂暴也亏了，对啊，但是不叫狂暴也 OK。我觉得交一下也没所谓，对，无所谓，毕竟霸气，随心所欲。对，我从来不等十费下，知道吗？毕竟随心所欲。哎，有老夫心，什么？有老夫在，容我，谁叫老夫？我是广荣卢矿工，我是漂亮。哎，野猪、啊，没飞了，兄弟。没事，卖点血、啊。黄毛要下海鱼。不会、啊。小电你就炸了。不会啊。哎，他没小电，可以。他有我也不会炸。那我这波赢了。赢了，已经赢了。赢了。他没有毒药的。赢了。他绝对没有毒药的。那我这波已经赢了，双彩一个。可以。他这波能防住吗？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没有任何机会。没有。Yes。先剑雨带走。OK。绝对没有机会了。来个六火枪，六火枪怎么样？486火枪，什么六火枪？486。我操，无限顶住输出。哇，这个熔一烈焰精灵就像，完全没什么卵用啊。就像一葫芦。对。狂暴。狂暴。Nice。
我觉得你这个狂魔放的位置很好，你以前都放在前面了，太靠前了。没事，漂亮。秒杀！秒杀！秒杀！奶子！满血，满血，继续踩。可以。六骷髅，六火枪，最霸气一波，我来一波最霸气一波给你们看。OK， 剑鱼，好吗？剑姐，这陷阱的陷阱，稳健，稳健，稳健。他这小电就居然电不死你。卖血 ，OK， 卖塔，最后一波霸气流。S， 对面已经输了，对面没有任何结果的卡，对面已经输了。下什么？下什么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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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真的。卖血，他把他鸡巴扯下来都没用。烈火枪，最狂暴一波。是，采集器也不要了，采集器不要了，狂暴没用，狂暴，小电一股毛用，你三星，金塔穿瞬间铁，三星，了解，我操，哦，哈哈，真爽了，这一波爽，对面的内心是崩溃的，对面内心绝对崩溃，绝对崩溃了，是，可以。来来来，到你来，来，对面内心已经崩溃了，绝对崩溃。开干，我也是要我的翻盘技术。说实话，我这盘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上来先让对面一个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上来先让对面一个塔，我觉得这个很靠谱，很靠谱。看情况看情况啊，有机会让他一个塔。来采集器，下个采集器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绝对不着急。狂暴打一矿毒哦，直接卖了卖了卖了。剑鱼不用剑鱼，要剑鱼啊，卖塔呀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。矿毒一个打不过我们了，被我们玩虐。他这里交多少费？三费、四费、七费加两个九费。还有小苍蝇，没关系，小苍蝇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吗？可以，我们往后退一点。你还是有所谓的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。他没有掉，这不用贴边，他没有建筑，公主跟上，来小苍蝇，我们小苍蝇去吧，我们不用。你跟这个很亏，万一有小苍蝇呢？我都是对你的话，兄弟，你说小苍蝇，我信任你的话。谁知道万一有呢？有道理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是吧？小骷髅过去，但这波血亏，兄弟，血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可以。他这边送我三费，把他解掉。送我三费，兄弟，你送我三费。完美，公主。Perfect， 完美。来，彩金准备。彩金。哎。剑雨射掉，这边可以剑雨射，因为他没有苍蝇嘛，没有苍蝇的话，剑雨就是用来射公主的。我感觉要输了，不可能，吉吉，不可能，吉吉。我说了，上来先让他让对面一点，已经让完了，让对面一点，先让对面一点，准备翻盘。可以，我就喜欢翻盘，我喜欢翻盘的感觉，我喜欢那种 feel。feel， 不用下公主，亏了，没事，没剑雨兄弟。嗯。胖子，气球，猜一个字，跟不上兄弟，没费，泡泡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鸡鸡，鸡个毛！他这波没有防空，兄弟，这很关键。他没有防空，你发现没有？苍蝇解掉。这前面一点，你小骷髅不住，他没毒，他没毒。OK， 两下，差一点点，差零点一秒。哎，鸡鸡，感谢。黄毛，顶住，顶住！他这波没有矿工了，顶住！这波很关键，这波很关键，还要防反。他还要防反一波 ，OK， 他很关键。他没多了，他直接放弃。哇 ，nice， 胖子，气球，苍蝇跟上，无敌，强无敌，剑雨带走，剑雨射公主，我的剑雨就是专门为了射公主而准备的，没关系，他就算其他兵团，他这波也没有了，他又多下一个下降龙炮 ，nice， 无奈的降龙炮，感谢。其实打游戏不用下了，浪费了，无所谓，没必要，无所谓，随心所欲，黄毛预判，随心所欲。我不行，狂暴不能预判，小骷髅顶一下。毛，我操，没预判到，但是没关系。胖球准备，还带着三个疯狂的黄毛下。黄毛，老黄毛，胖球，剑雨准备，发射。哇，这人会勾啊，会勾。小苍蝇跟上。我操，无敌。小骷髅跟上。无敌。想兵法我兄弟，你先问一下我的小苍蝇同不同意。想兵法我，你先问一下我小苍蝇同不同意。三星。不行。这波可能很危险，兄弟，冷静，沉着冷静是关键，不能着急，沉着冷静。炮球，没事，绿皮无视他，无视绿皮，
锁定。真的能入室吗？可以，没关系。算了，小三也不跟了。哇，这不很危险，这不很危险？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说实话，这个节奏很紧张，很 nice 的这个节奏。对，就这个节奏。红毛，你说。从你肩上下。没有，不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听我说，没关系。稳住，很安全，公主。不安全，很安全，很安全，很安全。小裤子领下。他逮不到我塔兄弟，你知道我有黄毛，我有黄毛兄弟。去巴西一波。什么叫黄毛？冷静，剑鱼准备，上苍蝇，跟上。哇！剑，带走剑鱼。我说了，我一开始让他有点没事，我为什么要让他？我要翻盘。我要的这种 feel 你懂吗？对，要就是这种感觉，要这种感觉 feel 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翻盘的感觉我最喜欢，所以说我又如果我一直碾压的话就没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又回到第一把。第一名，继续，第一名继续干，继续。第一名继续干，继续。说了老父亲很稳啊，什么鬼？老父亲很稳，没事，有老父亲在说。老父亲。要这种 feel， 我一开始碾压这边就没意思了，是吧？没意思，绝对没意思。金湛人66杯，兄弟，这人66杯。谁？66杯。哇！隐藏大神。隐藏大神。民间大神。绝对民间。高手在民间。啊，小鱼蟹。哎，这位帅哥帅气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，兄弟？不要 PY， 不要 PY， 真的不要 PY， 说实话。不要 PY， 真不要 PY。千万不要 PY， 我不会感谢你的，说实话。可以，不要 PY， 不要 PY。我走。对，你不 PY 是很明确的决定。对。因为你 PY 你会发现这游戏如此无趣。对，因为你不 PY 你也是输，所以说你不要 PY。 对，反正都是输，反正都是输，你不要，还不如打一打，是吧？还不如打一打，还不如挣扎一下，是吧？对，挣扎一下，挣扎一下，这挣扎兄弟，挣扎一下，兄弟你要挣扎一下，兄弟。哦，这人看透了，他觉得我挣扎也输，不挣扎也输也无所谓。对对对，反正看透了，你看破红尘了。对，反正都是输，还不如就快一点结束。 是吧？赶紧下一盘，是赶紧下一盘，赶紧下一盘，多拿点奖励啊，是吧？是，可以，你看这不 PY 也很明智， PY 也很明智，反正这人是个明智的人。对，是。不愧是金湛恩啊，金湛恩，不愧是金湛恩啊，金湛恩，金湛恩的兄弟金湛恩。可以，很明智，很明智，哎，可以，非常明智。两连胜，我说了，很稳，非常稳，非常稳健，稳健。作为一个14岁的青少年，很稳健啊。我也来胖球吧，可以。你的胖球，兄弟，我有点慌哎，你确定吗？一点不慌。你确定吗，兄弟？四对低哦。可以。四对低，第零。可以。Number zero。Number zero。Zero。有人说这个桌面图片很骚啊。是。野猪在帮骑士搓背。啊。我知道，这是前面是野猪。我知道。后面是野猪，那上面是骑士。上面的是骑士吗？那肯定啊。哦，那是。55分。你懂的。隐藏大神。隐藏高手，小心这个满红旗的，对，可以。你要老实哦，要老实。你为什么这么轻啊？声音，你可以大声的说出来，兄弟，不要慌张。小骷髅，预判，漂亮。这个是故意没有预判到的，是吧？对，用一点费用感觉他是个弱智，让他感觉是你是个弱智。对，有些东西很细节。嗯，用两三费换对面一个轻敌的心态。哎，地狱塔。你懂的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小三星解一下。不行。可以直接放球。对，直接放球可以。他这个地塔位置很难，很难。对了，没事，慢塔射掉。 nice， 轻松爆炸，这就是胖球世界第一胖球的实力。 nice 太轻松。有时候你发现这个游戏就是那么狂爆三星，是吧？不行，轻松解掉。来，小三解掉，解的，很谢。小辉，你坐。哇，这个人黄毛很厉害。好刚啊，很刚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这边塔肯定不会。这个人很刚啊。这一下是热水器。你等，哇，你没了，兄弟。没了就没了呗。没了就没了，无所谓。完全无所谓。哇，这个人。我操，很刚啊。真的玩的不错，玩的不错。技术很不错。不过没有关系。三回玩一次。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可以，节奏的就可以。直接碰球。不需要下次攻击。可以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节奏不能断。节奏绝对不能断。我要三星了，这是逼我三星的。别着急。别着急。他们有苍蝇，他有小苍蝇的，兄弟。我知道。预判 ，nice。预判了。中了。神一般预判，还炸了一下。nice。无敌。无敌。强无敌。可以。没有公主可以玩胖球吗？当然可以。OK 的。没有问题。公主。公主，陈迪，准备。
来一波最强势的进攻。 OK， 这一波很强，这一波非常强，这一波我如果是我的话下场一记护脸了，小团血掉，我有转翻，转翻，哇，这个人有点急了，这个人急了，这个人急了，太急了，他太急了，他觉得碰球一波 nice， 不用三星，我们不玩三星，我们对做人留一线，稳健，做人留一线，一块剑鱼，做人留一线，我想留一线，你不防守，对，你不防守没办法了，是吧？那没办法，真没办法，想给你留一线，你不给自己留一线，你强行不留一线，一块剑鱼可以。所以我们觉得这碰球水平如何？有我的百分之几？公屏上打出来。120，百分之多少？还是140，还是180？0.5，0.5，0.5，差不多吧，0.5差不多吧。碰球没问题。哎，怎么第二了，兄弟？你赢了他怎么第二了？是，刚才继续呗，继续干，干，干。第一不能掉。你看都说0.5啊，0.1，0.1，120，200，看到没有？1000是什么鬼？1000，是啊，1000，说明我实力远超你。我们玩些细节的碰球。一线。碰球我们不能玩不细节，要玩就玩细节，最细节的碰球。下一个公主，最细节的碰球，我火枪叫下了，我操，转翻，转翻，我操，没下好这个，哦，他应该拉过去，哎呦，剑鱼，你射掉，可以，射掉，13个，转翻啊，但是你被勾过去了，没关系啊，我碰起来在，哎，这个细球会往左边，会往左，会往去打还行不行？绝对会，肯定啊，转翻。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说他这个采集线靠右的话，你就会往右进攻右塔，对，要放最中间，对对对对对，要放在靠左的那个位置，不是最中间。这个细节学到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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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轻松就赢得胜利，最好还是打贴边球，知道吗？贴边球过去，我操，这逼，这笔剑防守作用毒药，我忘记了。他没有，他就有一个火枪手啊，解不了我的，解胖球没有这么强，直接先胖子。我的，在胖场，你毒药在哪里？解我兄弟，胖场 okay， 打一波黄毛，无敌黄毛，谢谢。胜利就如此轻松。哎，你怎么2-0了已经？是，可以。你玩的胖球吗？胖场。哇，哇哦。哇哦！下一个工作，下一个才气，稳住。OK， 稳住。哇，他的毒药，毒药别下，兄弟，下毒药没得说，兄弟朋友都没得做。可以，你这样再也看不到我这个主播。人家是个老外兄弟，你跟他说，哦、oh, ，nice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nice， 没事 ，nice， 没事。我觉得这个很稳啊，稳健。胖球。一波，这跟个苍蝇。对面什么套路啊？小炮绿皮。谢谢。不过对面防控能力。一个剑雨带走。可以带走。哇，对面这个阵容很克你的。对啊，他防控能力很强，小炮加卷车绿皮，加这小皮卡，还有毒药，哇，还有双塔，哇，很克你，很克你，真的是很克。说实话，说实话很克，真的很克。对对，我带走他，但是技术上还是弥补了很多这个对卡组的差距。对，炮球，你看这一波我直接三星了，那不客气啊，兄弟。炮球，直接不用管他了，直接三星了。对，三个上，直接星 ，OK， 完美，没有拉到，非常完美，非常完美，3-0，3-1，带走，4-8。5-9，可以，18-28，来十，完成带走，来，第几了？第一了吗 ？Morning，Morning， 还是要打吗？没必要打了吧 ？We don't need you morning。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那个平民套那一套。什么？平民套放球？算了算了，就是平民套。平民套就是那个骑士那一套，骑士那一套。轻松。专门克火法的那一套，但是锦标赛里面火法很少，火法很少。我忍不住想动手了，对对，想把 YG 给，你懂的。这个东西下了直播再说，你不要这么脏，兄弟。哦，好好好，行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先去洗个澡啊。嗯，注意影响，注意影响，注意影响。还不到人了，兄弟。用我的手来，可以，金手指。我们第二了，能忍吗？不能忍，不能忍。最后多少分时间？30分钟，可以，还早，我们慢慢来。目标是400倍是吧？400，最少400，至少400。人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注意一下。戴眼镜的很像，笑一笑。有吗？
向你发射，发射，兵法没有了，继续，没有玩，继续，继续了，这还怎么玩？这还怎么玩？游戏输了，兄弟你炸了，直接，游戏结束了，直接登上，不用贴边，不用贴边，我知道，我放这边就是不贴，不要着急，再不能过去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是兵法是没有，是兵法，我看一下，我操，完了，兄弟，完了，兄弟。没事，很赚啊！怎么玩？你有采集器，我们两个采集器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优势优势非常大。先卖一个塔，否则没有优势很大，没有翻盘的快感。对，我们要有翻盘的 feel， 就是要那个感觉。对，就是要这种 feel， 需要就是快感。我操，这人专心主机啊！没事没事，给他挖给他挖。胖子，先不用铁皮，不用铁皮，他没那个。我做好，我高手，绝对高手，绝对高手。不用紧，我知道，预判预判，就这一波，神一般的预判，很强，这人很强，这人很鸡巴强，雕很大，这人雕大雕大，我要换一下采集器，有机会吗，兄弟们，有没有机会？他这不是正常的矿工啊，在这个绝望的黑暗之中，我看到的是希望，说实话，我看到的是希望，我觉得没有任何希望，我看到的是希望，说实话，加油，城堡。那个翻盘点，翻盘点，炮球，加油，城堡，城堡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的实力。哇，这人好，他们会玩。不是，小骷髅立功了，小骷髅立功了，看见没有？我操，兵法。是他这是来课，来。这个箭雨是可以，很不错的打掉对面一点血量，打掉血量，为下一波做准备，为最后一波做，最后一波做准备。这可以，其实可以，我是公主的东西，浪费废了，完了，少失误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正好，哎，正好没死。胖子，气球，强行干，强干，强干。完了完了，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吗？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。我的兵法有点恶心，兄弟，兵法有点恶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，没关系，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，最后一波，再看一下，小公司，公主从后面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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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胖子，他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，没时间，差一点点。这盘的话，我本来是想体验一下翻盘的感觉的，但是这个让的太多了，手让的太多了。没机会，没机会。这个人兵法、大苍蝇、加农炮都挺克我们的。哦，卡住，克制，卡住，克制。老父亲完全不保，这谁老是在说老父亲啊？都是谁？我两盘。谁老是在说老父亲，兄弟？第一不保啊，老父亲。第一不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。哎，刷老父亲的这个给我封封封一下，封一下，封一下，刷老父亲的封一下。你封啊，刷老父亲的封一下。老父亲，老父亲什么鬼？不知道。跳一跳，应该应该比我大八岁，跳一跳，比我大八岁。对，八岁，八岁，八岁。八岁，绝对八岁啊，大八岁啊。来，公子准备。哦，250倍，你很厉害啊。哎，这个可以无视掉。每天晚上6点开播，大家喜欢点播关注。关注点播，关注点播。每天晚上6点开播。哎，小苍蝇没了，怎么玩？剑鱼，这怎么玩？谢谢了。每天晚上6点开播，大家不要记错，每天晚上六点。六点。胖小，播到你爽，播到你爽！哇，兄弟，兄弟！我操，我感觉我的耳朵可能会有点问题，兄弟，真的，我说实话，耳朵会有点问题。公主，实话要讲啊，真话，耳朵会有点问题，真话，真话，真话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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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我还是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我看他会贵啊。他老了吗？人老了吗？公主，公主，老人老了，人老了。你这个喉咙不是一般人的喉咙，兄弟。我这边是快速矿工啊，可以啊，快速矿工可以啊。感谢。老父亲老吗？有爽的，他没废了，他绝对没废了，他一点费用都没有了。那肯定啊。那我采集器下去了，他机器了已经。机器，矿工也没挖不了我们。挖不了，可以，绝对挖不了。炮球一波，等，带一个煎鱼，无敌。他这边有苍蝇吗？有苍蝇，应该有苍蝇。哇，他苍蝇在。哦，他胖子直接到，对，沉底一点，沉底一点，胖子沉底一点。OK， 没有这，要就是这效果。胖子，不要着急。小胖子顶住，无敌，强无敌这一波。小胖，煎鱼准备。来，
我就再看看反应，是吧？速度太快了。手术，我动手术，真的手术没事，从没接触。单身14年，鞠婧。手术，鞠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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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去。没有压力，兄弟，没有压力，完全没压力，就是干。刚才我是让了对面一个塔，这次我稳健了。你让了四个塔，兄弟。我让了稳健了，这次。你让了四个塔。我这边的小店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他放弃了，他放弃抵抗。放弃抵抗。对。下放子。对。气球。气球。稳健。稳健，绝对稳健。哎。哎呀，我操！我从射手就干点啊。没事，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，对，随心没事。随心所欲。他这边已经破不了我塔了，破不了。至少1-0，至少一比零，至少1-0。想过个弯。我走，好吗？非常完美，完美 ，nice，nice， 非常 nice。老三，一亮。六分，七分，上八分。你们还有我这公主，我还没死。老死了，炮球，没事，他没时间了。他就算防下来这一波，我也没有时间了。没时间，没时间。这就是炮球的精髓啊！用不断的进攻，让对面没有办法来进攻我。对，这就是精髓，精髓，精髓。OK。炮球的精髓就是不断的进攻，让对面没有办法来进攻我。无脑进攻，不是有脑进攻，有脑进攻，有脑进攻，无脑，有脑进攻，绝对无脑啊！忍不了，忍不了。老父亲太无脑了，都是无脑进攻，老父亲。怎么都他说老父亲啊？什么鬼啊？你看着老啊？说实话我不老吧？老，说实话我不老吧？老，看起来像14岁吗？才14岁，44，对，哈哈。你们说我看起来像几岁？老实说，说实话，我不想听你们说违心话。说实话，我看起来像几岁？大家给我看，满足你们，只有一把，只死一把，188岁。你看这球明显就是乱说的，只死一把，用火珠。变种火猪，变种火猪，可以，支持一把，支持一把，绝不再放。24，有人说二。24，可以。百岁老人万岁。哎，他们不说实话，15岁应该挺真实的，15岁挺真实的。没有33，我觉得不错，33。15岁挺真实的。33不错，33不错。33不错，那不要这样说，那你们就笑一笑，像几岁？笑一笑，像几岁？我像多少？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我像多大？说实话，我像多大吗？我估计都不要吹牛逼，说实话，50岁，都是50岁，20，28，18，28，21，21，漂亮，22，对，22，没错，完全正确。也有人说40，40完全正确，40完全正确。OK。相信游戏这边，因为它有一个那个火塔，大家注意看游戏啊，这波是火珠啊，火珠，火珠，火珠，小电，我操，我下慢了，哎，慢了，我下慢了，我应该快一点，没事，火珠的精髓，没问题，变成火珠，没事，卖点血没关系，不就是把毒药换成火珠，火珠，对，对啊，可以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一张牌的改变，没有，不要小看这一波卖血啊，这一波卖血很精髓啊，可以进攻了，小块跟上，等一个小电，继续。不用电， okay， 不要电， okay， 不要电， okay， 绝对不要电，对，这个绝对不能电。为什么不能电？你知道吗？永神，我操，很赚这一波，赚翻，直接花掉。OK， 没问题。还赚，我的采集器你做出来，它有碰攻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对，没问题，慢慢来。但是我们就有点还是着急吧，等他那个结束了再下。我就下。OK， 霸气，就下。就下。任性，水多任性。让他攻不过来。放弃，没事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赚了一费，绝对 IC 无所谓，知道吗？无所谓，我就是赚，我的很精髓。小电，可以，一刀，两刀，可以，不用那边不用进攻，就火球解掉，对，非常轻松，防御住就可以了，防御住就行了。我这的话还可以有作用。其实我火球没怎么放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没关系，放过一次，放过一次，你可以再放一次，证明一下。是我火球从来没放过，赶紧放，赶紧放，来不及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不用放。现在可以放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很赚，哇，这火球 nice， 这就是火球给毒药的优势，火球的毒，火球的优势，瞬间爆发，对。但是
其实确实毒药会略微强于火球，但是瞬间爆发力肯定是火球强，那绝对火球强。终于毒药，他终于放出了毒药。你说，那上。小电，没有火球准备，直接火球砸小电。漂亮，好，完美，但是完美 ，perfect。弹线，来给他，防都不想防，防都不想防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就是无所谓。兄弟，你要记得砸右边砸一发火球，小心翻车。小心翻车，柳神下毒里面的火球。哦，这边这个毒很重要，然后将它放顶上，对，不顾防御，抛粉，小电一下，点一下，完美进攻。我这个不要小看我这个火枪手，可以偷一波，但是他那个火枪手你顶住了，没事，他没有防御塔。OK， 他没防御。火球，继续火球，柳神。哇，这波还有点亏，不亏，不亏是吧？不亏，可以。我感觉你可以活生生把他砸死。小电，电一下，没必要再浪费给他。江东炮顶住，江东炮顶住，继续准备一个火枪手，继续防反，防反，防反。Nice， 非常 nice。5-53，这顶住，顶住，可以，漂亮。我这个火球没炸，火球，来不及，没事，来不及。这个火球很炸，没炸，我就炸两个，可以，炸翻了，火球耗死他，可以，炸，不行，中枢，小电一下 ，OK， 一下 ，nice， 继续，火球打死，再一个火球打死就行了，打死，火珠就是没有毒珠这么爽了，真的是没有毒珠这么爽，说实话，火球，继续，因为火球这个卡已经退出环境了，对，火球这个卡确实是已经退出环境了，真的，没那么强，毒珠还是强点。稳定第一，继续。稳定第一，来四。还多少时间？几分钟？十八分钟。稳住第一就可 OK。火球确实啊，确实和毒药的用法是不一样。火球是一个瞬间爆发。对，瞬间爆发确实有时候。而且是火球有个击退效果。对，还有个击退效果。火球和毒药的用法不一样。对。但是这套我确实，现在还是觉得毒药会比较，可能会比较。当然比较厉害，主流嘛。主流一点。对吧，继续干，没有停息。没有停息，电子竞技没有睡觉。对，只有干。对。哎，又是这个秀，我刚才跟他排过。叫什么？对，秀输跑，他刚才跟你排过，输过你一盘。我不知道他什么阵容。好像是猪吧。快速猪。嗯，快速猪，对。不一定。牛神直接进攻，因为他不两费嘛，送你两费。我说你武神在后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在吸引皮卡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能赌，我们一切要打到最精髓，知道吗？勾一波，绝对不用勾。不用勾，哎，砍不到你信不信？砍不到你信不信？我这么自信。知道。公主，公主姐，很轻松，这样一点不亏啊。对，真的没亏，赚很多，他还下一个小弟。那我下台，公子才白痴 ，nice， 白痴，很赚一波 ，nice，very nice，nice， 准备预判，这样不用下，他下哥布林来解我吧，可以，一刀，我还没解掉，我操，我赚翻了，我他失误了，这里失误严重失误，两刀一根右山跟上，野猪跟上，对，皮卡下来，兵法，哎，有带兵法了，没关系，一刀，准备一个，两刀，小皮卡拿过来，三刀，带走，没了，带走，继续。而且他采集器还不能摸一下 ，nice， 摸一下，不一定，有可能摸不到，摸一下，摸掉，漂亮，兄弟，不要着急，这个。两炮，牛神，哇，乱转，旋风，无限旋风，乱旋，没事，这都是送，你说，对，我们都在送，知道没有？对于我们的水友，我们都是，你懂的 ，OK， 没问题，小电，没必要，这个小电很精髓，这个小电很精髓，没必要。我觉得一点不精神，没什么必要的。对，是这样吗？你比较小电的，他把你吃掉了。没有，他把小胖子吃掉了。不会。原来如此，火枪。只有最后一波，给他拆掉我这个塔吧。我这个塔直接放弃。可以。给所有一点自信是吧？对。永存，
你不是给人自信买你的房啊？放心吧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了。本来想给，下意识是吧？这种反应太快了，这种操作都是下意识操作了，已经没有反应，没有绝对下意识，肯定下意识，没有思考了已经。下意识操作，没有任何思考。对，你熟练的程度了。你看，已经我这个下意识的预判闪电，下意识都是下意识，现在玩的都是下意识。对，我们全部不玩第一意识，都不是本意，已经是下意识了，是吧？很容易就三星了，三星了。只要有时间，你说，他已经放弃防御了。小炮跟上，继续，特别轻松，继续，继续。哎，还是卖了，不错。继续，到你了。三百九十一杯，离我们的四百杯目标还有九分，还有九分而已，最后九分，非常轻松，可以换卡组，可以拿十。开始。哇，315杯，高手，绝对高手。我们刚才是第一吗？是第一。差第二多？第二差我们多少一个位？没多少吧，好像我们继续看。第二也是个高手，在穷追不舍。直接赌我。老父亲。不要没有，想一下，这波先试探一下对面什么阵容。试探一下。先试探一波胖球。公主，小皮卡，可能是个大苍蝇，哇，活得不错，小骷髅跟上，这小骷髅很关键，没什么关键，这边卵用没有。像魔剑，你不用用小骷髅。哇，来不及了，算了，无所谓。小苍蝇是，有点亏啊。没事。不可以用雾开吧？还可以雾开，因为我有采集器，还可以。OK， 采集器。这个什么套路啊？这是？不知道。小苍蝇加这个小皮卡。不知道。公主结。一个毒药。GG， 不可能，毒药别下，漂亮，对，那是他们来不及 ，nice， 对，哎，控攻击我，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剑雨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用，剑雨便宜一点，对，便宜一点，三费便宜，还有苍蝇，可以，还有苍蝇，但是我没有剑雨，小骷髅先过牌吧，不，OK， 胖子，城里稍微城里一点，胖子，但是他有公主兄弟，他有公主，谢谢哦。苍蝇放这边很关键，来不及兄弟，不应该下这个矿球的，应该先过牌了。是，我说这不是血亏兄弟，血亏行吧？亏出血了，过一下，还是一个鸡吧兄弟，亏出血了，对吗？亏出血了，没砍到血，没砍到。我操，一刀，好行啊，我觉得没亏啊，胖球嘛。兄弟，你在害我兄弟，你别害我兄弟，你他妈在害我，陈信。哎，老父亲要输了。没关系，虽然被你害了两波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翻盘的，好吗？谢谢，你可以，我没有想打他的绿皮，那绿皮输出爆炸了，兄弟。给你射了，兄弟，送你了，小布罗斯。再见。没，不是，跟个公主，小苍蝇跟上，无敌。你看一个，预判 ，nice，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卵用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宝贝，九分，加油！气球，枭雄，加油！小骷髅跟上，枭雄，剑雨，小苍蝇跟上，奥运，最后毒药，最后一波，毒药，没有毒，他们这波没毒，这波没毒。来，跟我玩，加油，枭雄，漂亮，棒！这游戏玩不了，兄弟，这游戏玩不了。老夫，这游戏玩不了。老夫金龟田了，这游戏玩不了。我这个阵容克制我，很克制我。到我了，还是你？我猜到了，打一盘。我操，这盘掉第四，我不能忍了，我必须打回去。老父亲，老父亲，你能换个卡组吗？父亲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下一次我绝对换，知道吗？别送就好、啊、可以，别送就好，可以。我赌注，我说实话，真的不想这样，我真的不想。来，小骷髅过牌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黄毛，哎，快速输。太屌了，兄弟，冷静，公主，不需要公主，
不需要公主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公主。嗯，黄球带走了，他这个他这套牌是没问题，他输了呀，他六分没了，他六分没了，还打个鸡吧，还打个鸡吧，弟，这苍蝇有毛用，鸡鸡，苍蝇没有什么卵用，鸡鸡。是啊，我也感觉一直感觉苍蝇没什么用，他这个苍蝇是没下好，完全没意义。对对对，打到我们胖子了，鸡鸡，非常强，细节操作无敌，再炸一下，炸死一个。一个之中，一个之中啊，一个就够了，他可以炸死三个，这两个你看见了吗？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也没看见。对，就炸死一个，对，太霸气，小葫芦真的无敌。啊，台阶，有本事你再电我，有本事你再电我，有本事你再电我，我喊你爸爸，真的，你有本事你电我，你不电我我就我都要他都要喊你爸爸，没关系，电不电他都喊你爸爸，你不要电了，干，放心准备，不要准备了，还差九。不用准备，不用准备，还有五费，你不知道准备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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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？冷静，冷静。对，别忘记送分。这种东西就是一片纸，知道吗？一片上，一片纸。先公主先消耗，消耗个鸡吧，瞬间秒杀还消耗，秒杀，秒杀。哦，剑雨来一发射，机器，发射，机器。怎么这些炸弹塔、地狱塔在我面前都没用，都行不通的？什么塔都没什么塔都行不通，就是一层纸一样秒杀。地狱塔他说也行不通。那你们要怎么办？他说他不怕地狱塔，我怕，真的不怕，真的不怕。他不怕地狱塔，我刚才就想出来一种研破解地狱塔的方法。他不怕地狱塔，说实话，他不怕地狱塔。来来来来来，他不怕地狱塔。没关系，这么难玩又是你的兄弟，花球，花球、哦，好阴啊！这个人，这人很阴、啊。秒杀！哟，这个人很执着啊，很耿直啊。对，非常耿直一个选手。一定要下一个大小苍蝇，大苍蝇。直接三星吧。OK， 小骷髅跟上。非常耿直的选手，这位公主太耿直了。大电我操！姐姐三星。证明实力，太耿直了这个。我操，哪片纸是我的？你要把水纸都弄乱了，哪片纸是我的？我小子太耿直了，这个选手。哦哦哦。读书，哇，第三了！刚才输那一把太坑了，还有八分钟，可能追不上了。对对对，那只有我来追了。对，只有我用全力来追。但是我跟你这边很危险，兄弟，说实话，有点危险，我感觉。哇，对面253，很强。开局又非常差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骷髅过牌就可以了。不过，强行进攻。对，小骷髅是防守专废的牌，尽量没必要就不要过。强行进攻。不能强行。小骷髅。还是要过一下，还一线，我那这样亏了五费，兄弟，没关系，前期没办法，这个排序不好，对，排序对，哇，这真的亏五费了，毒药还行，赌一波，赌一波，赌一波，我操，我赚了，赚了，这波赚了，赚了，这波赚了，这波血赚，看似亏，其实赚了这波，他排局下来，哇，兄弟，这有点难防啊，没事，有牛可以顶两下，可以顶两炮，没有，前期，是吧，小店。永生 ，nice， 前景啊，完美 ，perfect 啊，非常 perfect 啊，有没有发现？是，非常 perfect 啊，又是打回来了，亏一点血，一点关系没有，我觉得亏血。说开车根本打不过读书啊，开车打不过读书，基本上没得了。你看我这波很赚，一点没亏了，等于。哇，这个人开车开到253倍很强啊。飞吗？253，这叫什么？253个鸡巴什么？小葫芦吃掉 ，nice。nice， 完美还反向勾引一波，完美时，反向勾引一波就最帅。是啊，我就是完美呗，完美啊 ，nice， 完美啊 ，nice， 完不完美？双开，可以。这小骷髅七费吧，七费小骷髅，777，可以，七费小骷髅。那这一波他炸了，赢了。开车也没用，开车也没用。我一个电解决开车，再加一个毒药。他不敢开车，毒药 ，nice， 对，那这没废开车，没废，他已经没废了，没废了，继续，已经赢了。游戏有时候很简单，很轻松。哎，算了，海鲜，轻松解套。小胖，对，之后小胖向后面一点，没关系。是公主，这个一换三很赚。一次三不是一换三，一次三，白吃的。我又进攻一波，他没废。OK， 我这波你武神放后面，为什么吸引到兵法的伤害？那是毒药，那是毒药 ，nice， 太 nice。火枪，偷一波，偷进波，哇，这个女武神挺赚的，这黄帽很赚，这黄帽没有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可以是吧？对，还可以，可以赚。
裁切，稳住，稳住，优势不要急躁，稳住。他这个没有进攻能力，说实话，没有没有没有任何进攻能力，进攻能力很差。对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见，开车套这个电磁炮还是挺弱的，还是挺弱的，有点弱。打这种高方选手的话，没什么机会，基本上很少。毒药，哇，他已经他丧心病狂了，放这里的毒，丧心病狂了。上进攻哇，毒公主，我都懒得读，都懒得读他这采集器。对，懒得读了，不必要了，因为知道已经打不过去了，我们就防守就行了。对，巩固一下防御。对，吉吉，霸气。OK， 五分钟，那我们必须要争到第一。加油，毒柱很稳。加油，还差最后一把，最后一盘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盘，求皮完。不是，说错了，说错了。求关注，不是求皮完。求关注，求关注，关注，大家喜欢看关注一波。求关注。对，看一下关注有没有涨。刷新，大概64000吧。对，还是64000，涨了1000。哇，所以说给点关注，点一波，关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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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一波。我发现我们直播不要关注的，不要关注，应该多要点关注。对，大家关注一波，关注一波。对，兄弟，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。兄弟，我真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错。可以，他开局很赚。谁？我说他开局很赚。他肯定赚翻了，好吗？是啊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强行读一下。我这边吸费是。我亏了九费，我进攻八费，我进攻是八费，亏了九费。我操！我完了！等一下，小骷髅顶一下。哎，这小骷髅还不错，不错，还行，可以接受。又是这个矿工很难打，知道吗？很难打，相当难打。卡主克制，非常克制。还行，总体还能接受，还能接受。还用下一个黄毛，那我就能接受，还能接受这个，对，还能接受，能接受。他有大苍蝇，知道就行。毒主打大苍蝇是最难打的。这个是最难打的，最难打的。不要不能乱叫，真的是最。最他妈难打，没有比这个更难打的了。没有，真没有。说真的没有。好，公主，不能，绝对不能毒太大苍蝇，冷静。公主是无视的，公主本来就没什么用。小炮，殿下。漂亮，来十二，有机会，还行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不是特别赚，那不赚，五开，但是他挖了矿工挖过来，采蟹，还能摸了一下他，对，赌一波，哦，这个赌赚了，赌吧，我要说我大赏银，大赏银，啊、哦，对，对，细节，相当周全，这个打不过，这一个阵我们真打不过，这个没办法，卡住克制，真的是卡住克制，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慢点去，不行，不能，因为小店本来就过盘了，永生。进攻一波，毒药，赚翻这波毒药，但是他的超音速是挣不到出来的，没事，那很赚，可以，不亏吗？亏了，你十二费也解他八费，亏了一费无所谓，亏了，赚了，永神，一下，两下火枪。也就跟上大苍蝇，哇，完了，不是殿下，我操，这个剑真的过不去啊，真的过不去，看到，真打不过这个阵容，非常恶心，这是阵容问题，真的是阵容问题，没办法。牛神，没办法，阵容克制，还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，没有，不一定。哦，GG，没办法，阵容克制，真的是阵容克制。矿工克野猪，野猪克气球，现在是阵容克制，阵容克制，对，阵容克制，四十七倍，没机会了，这一局有机会吗？啊，最后一盘我来证明一下吧。不要，你要来 ，OK， 证明一下，真的没机会这一局，真的。对，你必须要黄毛才能抓一波矿工。这个是100%克制的阵容，知道吗？这是这等于是100%克制的。300%。说实话，反正打尽量是82开吧，82开。真的是82开，没有吹，绝对不吹牛，这个阵容是82开，没有，有剑雨的话就是不会82开，你这一波还行，可以接受，这两倍采集线，小骷髅，不用，先不用解了，还行，可以接受，小骷髅能顶下这个伤害可以，哇，没有用，白痴，对，白痴，没事，来一波狂暴，小骷髅很白痴，卖。卖无所谓，绝对无所谓，不需要建筑 YJ， 不需要防御，绝对不需要防御，那他这波送我三费给我，那很赚，
苍蝇是送的是吧？对，你再送，你别急，再让他送，他应该还要送。他绝对没有毒药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这么无情。对。他还有点无情，还有点无情，但很无情。没关系，一个箭雨带走。带走 ，OK。机会很大，是吧？知道为什么机会大吗？费用有事，他没毒药了。但费用有事，而且我拥有什么？求胜的心。错。什么？霸气啊，原来是霸气。哇塞，你看过那个海贼王吗？你有看过海贼王吗？我是路飞。那我就是那个我叫那个什么，我叫那个叫什么，路飞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啊，忘记了。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，那个叫龙啊。对，龙 Dragon 龙。不对，我这他妈不是说我变成，我是他妈的那个呀，我是上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我操，挡住，刚好挡住，那行，这波暴起，狙击，好不好？狙击，不用狂暴，不用狂暴狙击了，我就要狂暴，三星，可以，这不就回来了？有任何问题，没关系，请找我帮你解决，可以，霸气，刚才有个人说28个人，轻松三星，可以，是不是？毒药。这边是矿工主要是吧？对，毒矿，有点难。抓的就是矿工，哎，但是叫第五兄弟，第五名，这是有点。第五名多少砍？才60张兄弟。对，没关系，我反正我们都满。其实前面我们是刻意让给谁有的，对，因为我们都满卡了，没有必要要。满卡开卡太浪费了。是的，都让给谁有点卡，给谁有点机会，给谁有点卡。对，给谁有点机会。